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。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，要拿一下那个轨迹的技能招式学习器哦。它在那个第二观测站后面，要往上爬。好像那个去上课也拿得到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去上课啊，这边就很方便了，干嘛上课嘞？是不是这样说？就往上爬吗？还是说大家比较喜欢去上课？哦，轨迹。那拿到之后就可以直接制作嘛？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材料。他过图好久、哦。140。不、哦。诶、欸、喵喵的毛花颜怪哦。好哦，迷翼龙的鳞片。OK, 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